有啦，有啦。今天怎么节？父亲，哎呦妈呀！他说父亲节快乐。8月8号，父亲节快乐。我们要带什么？蛋糕，对不对？来。刚出炉的蛋糕哦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拿切切啊。切啊、哦。但是有刀子。看有没有刀子啊？要用手剥吗？你手有先用消毒吗？用手剥，消毒，消毒一下。消毒一下吧。好吗？然后手又东摸西摸，先放着吧。好、啊。先放在这边，好吧？消毒，消毒，消毒。有刀子，来。你不能吃太多哦。老爸切。刀子叫 knife， 讲一次。knife。刀子啊，是有锯齿的地方，就是切的地方。切。这个叫起司蛋糕，你喜不喜欢吃？喜欢吃哦。好，来第一口给阿公喂阿公，第一口喂阿公，等一下哦。爸爸抱你哦，太大，会不会太大？太大了啦。会吧？啊，那就先拜。这样会不会太大？不会。好，来，阿公子哦。爸有可能再小一点哦。哦，好大，会不会太大？第一口，那你要对阿公说什么？你要对阿公说父亲节快乐。好，来，第二口，平安就可以吃了，好不好？此处叫 cheese 蛋糕。哎呦，你站好了。好，你问阿公好不好吃？你问阿公还要不要？还要？你都替他讲话了。还要？好。对。再小一点，这样小了吧？这样可以吗？太大还太小？这样太大，再小一点啊！好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啊？哎，嘴巴要看有没有吃哦，因为我上礼拜喂爸，他东西都会含在那边。宝宝，哎，吃下去。你先不要喂，等一下再喂，它会含在那个下面上。不要含着哦，啊，它这个算入口即化，可以。啊，林丹，你要不要吃？好，等一下我们来看书，读书。哎，
就说啊，这个嫉妒他这些儿子啊，十一个，就嫉妒这个最小的儿子，吃喝嘴，对。结果怎么样？而且约瑟最小的小儿子会在睡梦梦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有一次呢，他梦到自己是一个重要的大人物，太阳、月亮和十一个星星都在他面前鞠躬弯腰。当他告诉他的十一个哥哥的时候，这个梦啊，大家就骂他：“你真的以为你会当我们的老大，管理我们啊？”这个大哥就更讨厌他了，对不对？于是这些哥哥就计划怎么把约瑟甩掉。有一天呢，当这个他来到旷野探望正在放羊的哥哥的时候，他们哥哥就把他抓住，脱掉他的袍子，然后推到丢到一个空井里面。他的哥哥想让他死在那里，但是有人想到另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他就最后约瑟就被卖给一个埃及的侍卫长做他的奴隶。不过上帝都一直跟约瑟在一起。然后约瑟啊，工作很认真，把每一件事情呢、都做得很好。他的主人呢、就看见这个上帝啊，赐福给这个约瑟。于是就让这个约瑟去管理这个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。没想到这个主人的妻子啊，喜欢上了约瑟，哇，这个有点危险哦，对不对？约瑟就坦白告诉他这样不可以，结果这个妻子啊，主人的妻子恼羞成怒，就对他的丈夫说不真实的坏话来陷害约瑟，有的人就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就咬耳朵话。对，跟这个，结果主人呢相信了妻子的谎话，就把约瑟抓到监牢里面。上帝呢？可是这时候上帝还跟约瑟在一起哦。有一天，约瑟在监牢里面，有两个囚犯，各做了一个梦，靠着上帝的帮忙，约瑟就帮他们两个梦啊解梦。他们这两个囚犯听，你有人，你在干嘛？你要做好啊！后来呢，囚犯做的梦真的就实现了，所以约瑟有个能力就是解梦的能力。过了两年之后呢，埃及的国王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全国都。没有一个人是阳的，裙子脱光了啦！全国都没有人可以解梦哎。后来这个埃及国王，你要不再为阿公吃？你再为阿公吃一下。哎，医生看爸爸嘴巴看。来，你按一下，你是阿公啊？有没有吃下去？你看啊。有吧？是不是有吧？没有吗？没有，那我们问问看就知道啦。来，我都能吃大哥。你不能吃了，要停哦。欸、我的眼睛又会肿肿哦。有时候不能吃太多啊。你要不要再去眼睛肿肿？来，眼睛肿肿。是。给阿爸嘴巴吃。阿公，帮你看一下爸张张嘴。张嘴，你这个阿公吃。有没有含着？有吃下去。好。好棒啊！你说，阿公你要说谢谢啊。哈哈哈哈哈。阿公谢谢啊。谢谢。啊。你要说什么啊？你会唱歌，你唱啊！今天要唱生日快乐歌。大韩美国人。
嗯，没关系，你先分位啊。有了，有吃了，来快点。嗯，有没有成功？这是谁？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哎呦，抓那么紧紧的了，你看，他怕。你会怕、哦？你会怕、哦？那来切一块给阿公吧。切完了没？切完了拿一块啊，用手拿就好了。会讲哦。来，拿回去喂阿公。不够。那你唱歌。对哦，然后左转右转，好，慢慢推，推直。推直，右转，右转，抓到了，慢慢推，直直走，跟着直线走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有没有力量？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停。好，你会刹车吗？这边刹车。我妈打这边刹车。铃铛，爸爸在这里刹车，按这里，压，压，压。